今天来个妄想挑战，就是很难的挑战，用貂蝉一打五，能否五杀？双方都是12000的经济，第一波开始，一共有5次挑战机会。二将大招落化都开了，直接就被控制到黑屏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，难度很高啊。第二次挑战买了辉月，看能不能操作下。辉月放的不错，但结束后还是黑屏，到底是我操作问题还是出装呢？第三次挑战出装换了些，上前后直接辉月换名刀，接着开启落化，瞬间伤害爆炸了，直接秒了几个人，可是后续血量不健康，就差一点点四杀，不过咱们目标五杀。第四次挑战给辉月卖了，没想到直接就蒸发了。第五次最后一次挑战能不能赢就看这下了，还是买了辉月，二技能大招接着瞬间辉月，再换个名刀开启的话，本以为又没了，没想到瞬间被动炸了出来，那伤害瞬秒了三个人，血量也回了不少，这是机会，太惊喜了，最终极限拿下五杀，绝地反击 1%， 挑战成功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兄弟们还想看什么妄想挑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下期直接安排。